间就是我在首尔吃到就是很喜欢的松饼店，然后他在台北其实也有分店，在忠孝复兴站附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说下口感，上面这边是枫糖浆的感觉，然后就酥酥的，这边酥酥的，很好吃，甜甜的，然后它是比较酥，然后因为是格子松饼，不是软软的那种口感，是觉得是比较扎实的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？你这个是什么来着？白巧克力 Oreo， 白巧克力 Oreo， 它后面松饼是一样的，然后就是这边有白巧克力，然后还有 Oreo 一整个的 Oreo， 然后一整个 Oreo， 然后跟巧克力粉，就是看这个，巧克力味不会到很浓，这样，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巧克力的甜味。但是松饼本身很好吃，因为松饼本身都会有这种糖浆的感觉，这样。嗯。就是其实松饼本身就很好吃，原味就蛮好吃。它上面白巧克力其实，上面白巧克力其实是有糖浆的感觉在上面。而甜度的话，就是巧克力的吃起来会比较甜一点点。然后再加上 Oreo 饼干会有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口感。柚子茶，因为松饼的口感会比较甜一点，所以可能还是要配茶比较好。